好了，说完了秦始皇陵的选址之谜，接下来我们来说另外一个问题，那就是如此浩大的工程到底是怎么建成的呢？关于这个问题，考古专家们一直还在探究之中。不过随着考古探究的深入，有一些小的谜团已经慢慢的浮出了水面。首先，考古专家认为啊，为了保证施工顺利，秦始皇专门成立了一个指挥调度中心，在哪儿呢？这个就应该是现在的老古城了。啊，这是一个器皿。第一，处于秦始皇陵的北侧、西北侧，大概距秦始皇陵就是2.8公里的一个位置。刚才您看到的这个地方，就是考古人员傅健提到的离邑。离邑是当年秦国打败魏国之后，秦始皇增设了一个大都城。通过考古发现，离邑为修建秦始皇陵提供了很多很多的便利，不仅是物资调配中心，还应该是当时的指挥中心。我们在陵上捡到了很多，包括左水、右水、左水。八字算命术，雅称八字命理，是基于生辰八字推算的一门占卜术。向大家推荐一位研究八字命理21年的高手，擅长八字算命，居家风水布局，灵符法术。道长微信2088-2988。左水、右水、右水、北四、右四这些桃架。上面戳完戳印文可能就相当于官署。那么修陵的时候是一个集体的一个构建过程，那么各个部门通力合作的结果。的确，如此浩大的工程，如果不是多个部门通力合作的话，想要完成那天方夜谭。但是考古人员刚才也说了，离邑离秦始皇陵2.8公里，这个距离现在看起来不远，开个车几分钟就到了，但是在交通和通讯都不发达的2000多年前，那可就远了。如果当时的指挥中心在离邑的话，那么施工指令如何从离邑传达给众多的修陵人呢？哎，这就要提到离秦始皇陵不远的一座名叫击鼓坪的小山了。那么为什么要提到击鼓坪呢？有这么一个传说，说当年修建秦始皇陵的时候，由于修陵的人太多，为了使指令快速传达，人们选了一个距离建陵工地较近但地势较高的山，这座山就是击鼓坪。干什么用呢？派人在山上以击鼓为号，通过不同的鼓点通知修陵人出工下工，以击鼓的方式来传令啊，都有点像学校里边的上下课的铃声了，挺有创意。但是当时的情况到底是不是这样，这个还有待商榷，是不是？所以来听听考古人员的说法。你进入到击鼓坪这个建筑遗址的内部，那么这个遗址现在没有发掘，通过调查的时候发现有桃架。那么当年是那个陕西省所的张老师在做过调查，发现了宝贵的魏章，魏的瓦片。那么它有可能是秦始皇陵修建时的一个这个指控点或者是指挥点吧。尽管从目前的考古发掘来看，还不能完全确定击鼓坪就是传说当中的击鼓点，但是在一座小山的山顶上出现秦代的建筑遗存，本身就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啊。假如古人真的是通过击鼓来传令的话，我们可以想象一下，几十万的修陵人听到号令动工修陵的壮观场景，是他们用一筐一筐的土筑起了巨大的封土堆。那么当年修建秦始皇陵的土究竟取自何处呢？水经注曾经记载说，修建陵园的土来自于一个大鱼池，那就是这个地势低洼形状不规则的大水池了。它距离秦始皇陵的封土堆大概有2.5千米。不过考古人员经过实地考察之后认为，当年修陵人在鱼池中取土的可能性不大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水池其实啊，它是一个古湖泊。当年在修建秦始皇陵的时候呢，这个古湖泊呀早就有了，所以考古专家认为这个鱼池很有可能是秦始皇陵院囿设施的一部分。当然这并不等于就完全否定了水经注的说法，一切都还有待进一步的考证。好了，有关秦始皇陵的建造之谜呢，本来还有很多很多的，但是由于陵园现在呢还没有被发掘，从藏区呢也还在探究当中，所以很多疑问依然还是未解之谜。说到这儿，人可能急了啊，秦始皇陵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发掘啊？主要这么几个原因。第一，因为秦始皇陵的规模太大，陪葬品太多，如果要开挖的话，必须建一个超大型的博物馆才能保存这些文物，但目前我们还没有这样的博物馆。第二，陵墓当中的尸体、字画、
不是一定的文物，长期处于地下已经形成了稳定的环境，一旦开启陵墓，真正的文物接触到空气之后，势必会受到氧化，无形当中会破坏文物。最后在考古发掘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，什么呢？不主动发掘。也就是说，墓葬如果没有遭到破坏，考古人员是不会轻易去发掘的。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我们以往的节目当中，您经常会听到抢救性发掘这几个字。这其实是考古的一大原则，目的在于保护祖先留给我们的无价之宝，守护一张张古代辉煌的名片。